欢迎来到今天的快问快答。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全江子房最帅的学生。徐三章。是我。是你又是你啊。喜欢什么样的女生？很高的。你之前明明说那边要看起来像中央山脉。最近一次看的影片类型是什么？我跟你讲番号。最近看片什么时候？该问的。看到女生第一眼看她哪里？哦，电视不会看女生。最喜欢的偶像？哎、欸、呀，很伤心。樊青。你刚刚说什么？林北录影录多久都没说我很上相，他才录几秒，他很上相的。看，世界末日想做什么事情？跟你。你在跟我干嘛？没有跟你，然后开始舔舌头什么，舔嘴唇，很恐怖哎。今天有一个你很爱女朋友，她跑去变性，变成男生，你会怎么样？这样我无法接受。那你就变成女性了。对啊，你就变女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你那边变成透明墙干嘛？钢片，钢片。如果你女朋友踹摔在床上，你会怎么办？这个清掉。假设你今天跟她摔在同一张床上，你女朋友突然踹摔在床上，你第一句话会对她讲什么？干你娘！这是什么？看，换一个床单。它大量很多，就淹到那个脚踝那边了。所以你家地板就淹到脚踝了。换房子啊，换房子。你有什么要给大家追踪的吗？我IG是空战，什么都没有。因为你之前做那个车手嘛，还有做诈骗的、哦。对对对。江子鹏介绍费多少钱？5000块。屁呀！如果今天有一个超级强的龙卷风在乌日卷起来，你觉得哪一间补习班会被吹倒？主席。好、哦，你讲呀，你讲呀。你讲到这边结束了。你说我会把番号留在下面给大家。我会把番号留在下面给大家看。